直接抢二楼，龙斯哥直接一把1897。老菊率先开火，打掉一个，再跳下来就是龙斯哥，再配一个，我的天哪！一瞬之间直接一波 S 团灭掉了 Power IFTY， 依旧是在今天的第一场拿出。这里面应该是觉得阿成队伍早就走了。你看他看的方向其实都没有看阿成。是的。他看的是更远点的地方。但其实现在 SMS 应该不会轻易的开这个枪，上来先摸一个。看能不能大炮十发子弹够不够？还差一枪，还是下来了。最后这个是烤鱼补的枪线啊。对。白老马也是非常郁闷，这是真没想到。你看一楼贴了人，哎，这个 small cc 一个手雷将小童炸倒，这样的话小童这个点应该是要选择放掉，应该没了。周围的队友现在只能用投掷物过来打开局面啊。是的，彤彤一颗手雷能不能还以颜色。嗯，这是炸了。从这个线来看好像是反弹回来了吗？确实他把自己炸的血量不是很多了。现在其实有点尴尬，因为厕所的这个过点将自己的另一片防区给让了出来， 4M 直接找到机会一波扎进来。哎呀，聪聪这个角度太尴尬了呀，在围墙边上远点的话还有 MCG 的枪线。前面就说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厕所天地地他们这个二层楼和 Small CC 这个二层楼都能架到过点。是的，很尴尬。你们说 4M 这一波节奏强的还这波节奏其实让天路有点措手不及。而另一边马蹄山上 SMS 和天霸灵树被远点玄子给击倒，但是而且队友的距离是非常的远的，没有办法救一个闪，他顶在这个位置不能跟队友集合了，所以只能去打进一个是一个了。打倒了崔七一，自己血量很残，天霸的队员赶紧回来支援一手唐弟弟，但是远点还有 SMS 的枪线，换了一个角度给你打。是的，因为要救灵树的关系啊，封了烟，脸上是没有任何视野，出烟之后无烟体干啦，这个是没办法。还剩七七，原点烤鱼夹得非常的死啊，七七只剩一丝血了。啊！哎呦，这个经典现在只剩下了烤鱼。是的。还有堂弟弟。感觉 T9 有点直接拉出去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哇，我感觉读到这波信息的 New Happy 应该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是分啊，已经周平已经过来了。是的，而且来的如果再慢一点可能分数收不到了。嗯，再快一点来，先打个药，直接被啊，最后还是唐宁瑶拿下。是的，当自己的阵型全部展开，嗯，马路三层楼也空了。好，崔七幺，崔七幺这分数还是被明明发现了，看到了。嗯，是的，因为这个圈型之前那个假车库不在圈了，要冲吗？直接冲这个岗亭。这岗亭两边其实已经站的有人了 ，CGG 直接撞翻了灵泉，但是自己已经倒员两个。两边二环二的坦克被云点的 Two Tap 给打倒了，一瞬间 MCG 的冲阵是完全被 CDG 接了下来，但是 CDG 也是人员惨重。有烟的话其实有没有机会扶呢，但是悟空也是开车来到了近点的斜坡，悟空有机会接盘，但是原点有枪线啊， KR 线的枪线太致命了。嗯，像王骚骚先把灵墙扶起来，而且原点的话 RBS 也在帮他抄悟空，有来一个冲阵队伍17，十七要找机会，现在车上想以逼他看一看什么情况，先架坑，进坑进坑进坑，发现坑内没有人以后也是其实可以变相的去判断一下头顶木屋的情况，而且这个坑里面暂时是比较安全的，先稍微的缓一下看看右上角，稍微的挪一下车，现在其实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载具全部保好。是的，嗯，也算是一个下个圈有可能是中心点的一个圈型，因为现在边缘位置大家基本都New Happy 依旧是极致的控边，就是 New Happy 你看他打的话他根本就不用着急，你们要去挤，你们要去抢时间，你们去抢。是的啊，我慢慢来。好了，最后的话悟空也是被 4M 给淘汰。嗯，是的，幺二在这个 Gip 能用吗？ Gip 好像用不了了吧，这个位置的吉普还能用，应该他的那一面就是整体左侧的话应该是面对着 New Happy 的，应该是被吸的呀。乔布，哎呀，这听不到嘛，直接给你来一喷，没办法，他现在注意力全部在 New Happy 身上，抽把可太开心了。你要知道 KRG 可不清楚天霸还能抽一抽，还能刷刷伤害，现在是 Two Tap 灵魂附体堂弟弟。啊，这个就是选手的经验问题啊。
又一个队伍要考虑一下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嗯 ，DT，DT， 对吧？他其实是处在一个边缘，然后北边跟这个东边都有人。对，哦，有内鬼。圈外的队伍现在这肯定是大家先消耗一波才有资格进圈的。啊，悠悠补了，手感不错呀，悠悠。是的。然后唐弟弟也被解决掉，好的，角度只能是打这个岗亭了。先抽两枪。啊，天美是知道 KRG 是少一个的。对，正面四打三，只要。库巴手上有三颗雷，但是在进攻的时候也要当心，就怕 CDG 踩出防区去抽你。好，利用一线烟，露露先是贴到了对面的反斜坡，这里也有人。看一下这个手雷有没有效果了，好车、哦、完全被架住了。天门的进攻其实有点拖啊，已经被炸掉了。主要是他终于他只能用这个烟雾弹去当一个掩体，直接被 KRG 给淘汰掉。你让他快起来也不可能，对吧？他又不会瞬移闪现到 KRG 脸上。他们想这个利用投注去打开突破口，对，抓你本身人数就不是满编啊，所以说打进攻的话可能会有点拖沓。 RBS 这一波这在烟雾里面鱼人啊是被王骚骚给解决掉了。是的，没有什么手雷了，跟着蓝圈进远点，还被 DT 抽了一波靶，正面哇，小飞很快啊，枪硬，枪是真的硬。是的，年轻人。RBS 两兄弟倒在这个后面怎么办呢？吉普已经是冒烟了，血量也完全不是很多。来了，准备冲了，要冲正吗？直接冲，他只能，就是目前的唯一稍微好一点的话，是的，可能情况就不太一样。你想他一路过来遭受了那么多系列，哦，另一边滴滴冲正了，萨萨一个人进了三个，但是分数被 4MK 了两个。是的，是这个没有烟雾，他是直接冲吗？直接冲吗？哦啊，按哦，我前面应该是有车的，我前面看到是一辆车过去之后，三个人瞬间就没了。是的，这个平地干也太过分了，没车太离谱了，应该是车开过去的。是的，但是这一边的话，十七也是在这坑里面 ，RBS 把人救起来以后，一波冲击是冲下了十七，跟旁边的 CDG 一起攻击了中间，不就是十七被夹在了中间？没错，因为十七这个位置很尴尬，你只要往坡上去走，就会知道 RBS 远点枪线。对 ，RBS 在远点是给的压力太足了，啊。而里面 New Happy 腾出手了，想要去反清 KRG， 现在这个时候换成一个人在盯 FTY， 南边还在打 FTY 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过不去。现在而且后面大仓还有一点边缘的围墙是在圈的，十二一个手雷，我觉得 RBS 还是满编。哇，鱼人，但是投掷物有很多啊，他在这个整个坑内又舔了十七的包。哎呦，幻神出手是把怪兽给放倒。是的，埋掉一个，想直接补，但是 Monster 应该是个一倒，哎，再拉上来一个。十二位有点上头，队友没跟，直接一个人想去打开突破口，但是没想到自己却成为了那个突破口。然后 Losker 把十二月出手了。前面抽我抽那么开心，该我了吧？一颗手雷直接炸翻，没有问题。龙斯哥一波刷屏带走了 New Happy。外星人还是外星人啊！但是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哇、哦，远点博良的架枪很准，骄阳也准啊！骄阳博良打了 RBS 一 baby 和鱼人，是的，两边同时开火，打不上来了，还保了一张八六，也打不上来了，直接被蓝圈带走。哇，这局 FTY 盘活了，开位的了，三个人啊，这是三个，这是我们局后面，我们局后面了，拉他拉他，我再来我再来，我去正门里，我去正门里，啊，拉不上去了兄弟，我人行了，我在看头上，听到没有？就两三个都在，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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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都在是吧？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听我倒了一个，追下追 FTY 追 FTY 追 FTY 都追 FTY， 都在那个树那边，树那边三个，树那边三个。接了个第二个树倒，倒了一个，哎，倒一个，倒一个，我拿位置了，倒两，倒一个，倒两个，不要这局了，过了一个，往一百了，往一百了，多少分？嗯，哦，好，我傻傻一丝血 ，nice nice， 好的，也是恭喜博。